刚才所有出现的道具，我相信你们看到都惊为天人，因为作为一个火星人，我们都设计不出来这样的东西。哎，这是雨罩伞，你那个头进得去吗？杨迪，你戴一下。哎，杨迪，你好适合哦。你们两个人打这个双人伞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甜蜜。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无聊的发明呢？这个发明其实就是为了大家防湿。这伞怎么收啊？这个伞不能收。哦，可以收哎。这个真的有帅到，比如说你看出去啊，就姑娘。来了，你过去。你到中间。好好好。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了？雨很大。看嘛。哇，薛之谦，你拿这个雨很大来试一次。迪克姑娘 ，Hello， 雨很大。哇，好棒！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你可以不要破音呐、啊。在这个里面好有安全感哦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是透明的，要是不透明就更好了。不透明怎么走路啊？哎呀，这个时候有一个梗就接出来了。有没有不透明的？有没有不透明的？有没有不透明的？属于两个人的世界。有。什么？哪儿呢？怎么了？爸爸，走开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真正生活中非常必要的，譬如说我们走在大街上，可能看到像薛之谦看到以前的老板，不想看到他，有可能我们会想说翻个白眼都觉得很累，所以我们可以带上他。斗鸡眼儿，这个叫做目光接触系列，它叫避免目光接触眼镜。哎，杨迪，你戴好适合。我讨厌看见你，再也不要看见你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说你不想看见我们，我们都不想看见你。怎么样，有问题吗？刚才介绍的这些东西都是增进感情或者疏远感情的，接下来要真正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非常酷炫，出门就会泡到女朋友。哇，好帅哦！我这个好棒。我倒名字喜欢，这还有激光手套，哇塞，这个太酷炫了，还有激光口罩，啊，我觉得好帅哦。所有的远程特工啊，如果你想获得这样全新、非常刺激、非常有新意的我们火星情报局的特供产品的话，你自己想办法好不好？我还以为会送呢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说了那个雨伞有透明的情况啊，大家有可能就看清彼此，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款就是真正可以帮你隐形，两个人可以在大街上舌吻，快乐的隐形机。这怎么玩呢？你刚开始这个背着的时候像一个包，那个女生去找那个男生的时候像包，哎，走逛街去，就你好薛之谦，哎，杨洋，道明寺，走，我们去逛街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这里好多人哦，但是我很想一个 kiss。 很想一个 kiss 吗？但我很怕大家看见。哎，我这个包，你跟鬼一样，谁愿意跟你 kiss 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在里面就没有人知道是你跟我 kiss 了。那我们试试看喽，试试看，遮住脸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OK， 来。好舒服哦，开心，没想到这么舒服，我道明寺都觉得很舒服，就一定是舒服的。继续逛街，好，继续逛街啊！我又要 kiss 了，又想 kiss 了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给你们换一个浪漫一点的。哎，不用浪漫了，因为道具啊已经坏了。有有有，就类似床单或者大围巾或者怎么样的，能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谁愿意来一下？没人愿意来。宇哥，你好久没出来了。我跟谁来啊？跟你来啊？我要干嘛？你什么都不用管，罩住以后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哇哇，
哎呀，就这样子啊？对，这样就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好刺激啊，好爽，哇哇哇哇，好舒服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。我道明寺觉得这个东西 OK 的。哎呀，亲的我头发都掉了。哎，李菲尔，刚猜一下刚刚是谁在亲你？刚刚有在看到里面那个宇哥伸舌头啊。其实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亲了他，所以你现在要当这个侦探，你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我们大家都轮流再亲一次。神经病啊！不行，这样雪芙你也要进来一下。来来来，雪芙来，好危险啊！会不会抱起来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局长，来，直接来吧，来来来来，我觉得对于一些非常有趣的新鲜的小物件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猎奇的心理，因为好玩嘛。我们的很多发明，我们的很多创造，其实都跟好奇心是挂在一起的。人类如果失去了好奇心，他觉得周遭的世界就没有趣了。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对身边的有趣的事物保持一颗好奇心，好不好？大家来表决，觉得要对身边这些可爱的事物保持好奇心的，请拍桌子。通过。本局会议是由一叶子新鲜面膜独家冠名播出的，一叶子面膜新鲜有营养，养出水仙肌。本局会议呢是由明星旗舰 vivo X9 手机特约赞助播出，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。下面我们本次会议最后一个提案，雪狐就交给回归的宇哥。我发现通过。哇，谢谢谢谢局长，太随便了。好，来来，宇哥说，宇哥说，宇哥说。我发现怕蟑螂老鼠的男人也很 man。 啊，很多女孩子哦觉得男生应该要什么都不怕，其实有些男人就很怕蟑螂，很怕老鼠，譬如说刘德华。哦，你们谁说刘德华不 man 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宇哥，您怕什么？我怕找不出刚才谁亲雪芙的凶手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女生，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不 man？ 我觉得怕蟑螂。亲过你的人不敢承认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怕蟑螂真的很不 man。其实我是觉得啦，怕不怕蟑螂跟他叫的这个分贝有关系。如果说一个男人看到蟑螂，啊，蟑螂，啊，这就不 man 了。但是如果说一个男人看到蟑螂，蟑螂啊！哇，这就 man 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画画之后的动作是什么？就是呵呵呵呵呵。雪芙，你觉得如果一个男孩子怕蟑螂，不管是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你都觉得他不 man？ 对啊，因为应该是。